来吧，我们请何文和陈薇走上竞价台。来，我们先从陈薇开始。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你需要的是一个好的经纪人加一家好的经纪公司来经营你。你是一个非常闪亮的新星，但是你的整个体系没有运营的能力，所以导致你一直在漂泊不定，一直在外刷你的存在感。那美在当下给到你的就是签约达人的工作，且这个工作呢，我们是不需要你天天坐班的，因为我们的签约达人也不需要天天坐班，底薪是15000加提成，然后北京、杭州两地啊，就是你会根据我们的工作需求两地啊来授课。嗯，来，全是鱼。刚才有几个老板说不理解为什么我还要给岗啊，我是体育家给你留的职务，全是鱼。全职老师，月薪6000，地点在北京。我希望你回到地面，在瑜伽垫上重新把根基练好，然后重新树立你的瑜伽理念，然后再进行重新的教学。真正的瑜伽教学是带着谦卑和自省的。接下来我们请向雪做选择，选择全是鱼或者选择美在当下。当然你也可以双双拒绝，说一声谢谢再见。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，考虑时间现在开始。好，向雪，你最后的选择是？我选择美在当下。好，祝贺向雪，也恭喜陈薇，感谢何文，来和我们的企业家握个手吧。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能够求职面试到我自己喜欢的这种企业。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表达逻辑不太好的人，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在非你莫属的舞台面对12位企业家对我的有褒有贬的这种点评，让我觉得收益很多。